可以说我今天来到这边就是 Angry Villa。OK， 楼上这边有刚刚起好的 condo， 然后楼下这里是有 shop lot 啦，然后这里是 facing main road， 那边是有大概几百间的 land property， 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厂来的。OK， 这边全部都是厂，然后我们目前在这边呢是有收到一间 shop lot。OK， 是要出租的了，就是这个 shop lot 是对着这个大路的。OK。所以上面是有300多间 condo 啦，已经是福利卖完了的。他们现在拿着手饰，所以也是开始有店进来做的装修那些啦。所以从那边一进来有红景的，一进来总共是有八家店啦。OK， 所以我这一边拍摄的呢会是其中一间。OK，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单位。OK， 这个就是那个单位里面的。Okay， 后面那个很明显就是厕所了，所以电路就不大需要讲，看就是这样子一看就是看完了的啦。facing main road 这一边，然后后面这一边是后面这边应该是它的走廊了，然后那边是出去的。所以整个单位就是这样，24×70，然后楼上的呢是24×80。OK， 所以我现在上这个是二楼的。OK。After 看完了这间店呢，它是要出租的啊，它是有 first floor 跟ground floor 啦。first floor 呢大概是24×70，然后ground floor 是24×70 ，first floor 是80，24×80了，都是要出租的。OK， 大概是4500块，价钱还可以 nego 的。有兴趣 ，OK 联系我，拜拜。